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。我这个胡服骑射这四个字，我觉得我咬字必须要非常清楚，因为在 B 站的这个自动生成字幕里头，经常会被打成各种千奇百怪，而且可能成为我节目一个非常每一期都不一样的笑点啊。所以这四个字，我不知道这一期又会被翻成什么句子。那我们这个是1483集的节目，今天给大家做的是 DS 的红色录音机。那我会特别把盒子挑出来说一下，因为这个盒子呢，好像是胡服骑射做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有一个漏变，而且你看它是背部背板没有变好，前面这个裤裆呢也没有把它变上去啊。你这个背后没有衣服，没有后面没穿好就算了，你连裤子都把人家穿错了啊。来给各位看一下啊，正常标准的话呢，后面的这个背板的话是要完全收到背包里头去的啊，就这一块要收到里头去的。还有前面这个部分啊，是这个板子要翻上来扣在这里。那么它的这个盒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。那么这款玩具其实我拿到已经有很多天了，那因为比较忙碌的关系呢，就拖到今天才给大家做一个分享。那录音机的话，前一阵子官方有推出这个非常优秀的 Voyage Class， 那这一款的话呢，是超越 L 级是 MP 级别大小的玩具，那诉求的市场面当然就是不一样的。那我先简单说一下它的一个配件，它的这个扩音喇叭的部分呢，一共有两个。那么的话，有一个我已经装上去了。它的安装方法也是很简单，涂装非常的不赖啊，但是有一些小水口的啊，这个金色质感看上去还可以。那么它的一个安装的话呢，就是直接把它扣在手臂这个地方，那取下来就这样转一下，就可以把它给取下来了。手臂的话呢，就从这个地方呢把它给抠开来。顺便提一下，这款玩具呢，它有很多地方呢，如果说你觉得不好抠的话呢，建议是用个变形神器啊把它给抠开。然后各位注意一下，我这个拳头啊，拳头翻的话呢，是以这个角度来翻呢，它的这个盖板盖上来的话呢，这个地方的缝隙才会达到最小。如果你转其他的角度呢，它都不会完全的密合啊。这一点就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啊，就记得拳头转的一个方向你留意一下。那手臂暂时的把它给放回去。那么面雕的话我就不替换了啊，这个因为它这个露嘴巴，这个我觉得看上去比较诡异一点，我们就不替换脸部了。那么它的一个配枪啊，给各位看一下，配枪的握持力度还不错，它中间是一个孔洞的，然后没有任何的涂装，有一点点哑光的一个效果啊。然后它的一个握持的话呢，是这里MP 式的一个握法，除了说这里有个孔啊，把它给插进去之外啊，本身手指的握持力度也算是蛮好的，手臂也可以做一个转动啊，比这样就站就可以了，你比这样就是倒站了啊。这个手指的话，顺便给各位看一下可动啊，它不能够往外张开啊，就是只能够这样子动，但是也相当足够了。那么在变形成这个应该手臂要收进去的时候呢，拇指是收到这个凹槽啊，不要放到外侧来，放到外侧的话呢啊，都会影响它的一个收纳。那么呢，它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配件，就是它的一个磁带部队的成员了，是一头犀牛，然后它的上面啊有两门的火炮，这个在变形的时候是要做一个拔叉的变形，但是也非常非常的有趣。可动的话给各位看一下，头的话呢是上下可以动，四肢的话呢前后你看得到有打铆钉的地方啊，都是可以动的，尾部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翻转。那么摆在一起的话呢，颜色啊什么的还是比较搭配。然后它的这个胸口这个机关从这按下去就行了。内部的话呢，应该可以放两枚以上的磁带。那么在里头的话，如果你要把它推出来，是稍微按一下，它会往外推，它会往外弹出来一个啊，但是不是很灵敏哦。甚至呢，这一款我觉得它有一点啊，让我会觉得有点小尴尬的，就是呢。一旦把磁带放进去要拿出来啊，我是只能够用工具把它给抠出来，这一点就是让我比较觉得恼火一点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，有一点掉漆啊，这个就是因为它跟这个地方呢是做一个沟槽是抠住了，你看这样一压下去啊，它这个地方往上提啊，这个地方就松开，就自然而然的把胸口给弹出来了。胸口的话呢，各位可以看得出来，它是一个灰色的透明部件。然后再涂上，应该不对，它是透明灰色的透明部件在里头，外面的话是涂了黄漆的，不知道什么部件吧，不知道应该是银色的啊、哦，从这个地方，
啊，看上去，那这一带的黄色就看上去就特别特别的有立体感。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一个基本的可动啊，头部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，上下左右看，手臂平举啊，这里有一个过度的造型，360度的转动啊，有这个齿轮关节啊，所以摆动起来就很爽了啊。这个，玩具的我再次强调，肩膀有齿轮关节啊，质感就不一样了。二头肌也是可以转上去，也非常的偏紧。手臂由于变形呢，需要呢有个双动关节，但这里的话呢，就有点算裂开的感觉啊，没有这个地方这种过渡。那么它的腰不是在这转，是在偏上面这个地方，在这里转。脚的话呢，变形的需要是可以往下啊扯一点，但是平常我们是不需要的。前后踢，你可以看到前后啊，这个齿轮是非常的紧实的啊，但是支撑力度的话呢。算不赖，但是因为它的腿实在太重了啊，变形的时候呢，里头有大量的零件，膝盖也是有一个非常清脆响亮的声音，但侧踢没有声音啊，侧踢没有。然后这款玩具初拿到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你变形一次，你就会发现它身上有一些油亮的地方，啊，应该是他们出厂的时候呢，自己就做了一些，上了一些油或怎么样的，啊，脚踝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接地啊，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一个幅度。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背后啊，可以说。人形还是比较扎实，但是后面就等于是没有什么细节的刻画，整个就是一片的平啊。当然，录音机我是不太清楚它的后面是不是这么平啊，我不是很清楚啊。那么总而言之呢，这个玩具的话呢，倒角的处理也很好啊，非常有这个 DS 他们上一款玩具是这个天王星小队。啊的那一种摸起来那个质感确实还是有的，而且变形也不是说非常的复杂啊。那我们的话呢，就先把它的这个磁带的话呢给变形一下好了，把这个地方给打开，然后呢这个脚的话呢，后肢的话呢先推一下啊，你顺势往上推就可以了，到这边，然后呢往两侧给打开，那么前方的话呢也是一样的，往两侧给打开，哎呀，整个给分尸了啊！分尸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前肢的话呢，只是要反折，然后你看这个形状啊，把它给推进去，这里也是一样的啊，把它给推进去啊。我不知道各位现在看我的画面会不会觉得好像跟平常有点怪，因为这是用比较广角的镜头拍的，因为刚盒子跟玩具比较大，那所以就是有时候画面看起来感觉不太一样啊。这个地方推下来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两个部件呢，有一两个这个铆钉这个地方呢，把它往内推。把它往内推，然后呢往上翻，把这个凸呢扣进上面这个凹这边，这里往上推，扣进去。那扣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扣进去，它的公差好像有一点点，不是说那么精准，但是你稍微往下压一下，往下压一下，再往前推一下啊，应该就能够顺利的扣上去了。这个部件往前翻到这里啊，然后我们的这个最后这个部件。往这里翻过来，这个尾巴啊，我当时是自以为聪明的，就把它往内折进来啊，一折进来其实不对的啊，折进来它会飞出去啊，这个部件就飞出去了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这个磁带啊，就算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。那么我们刚刚拆下来的这个炮弹的部分啊，你就注意啊，这里是有个凸嘛，对不对？这里有个凸，那你这边不是有个凹槽吗？这里啊，这个凹槽就是对凹槽啊，从这个地方，对，没错，这样子，哎，到哪去了？哦，不对，是这里。这个凸啊，是要对这个凹啊，不是前面这个凹，是后面这个凹。那这样子扣上去，因为它只有限定一个方向扣，如果你扣错的话是扣不进去的。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放到这个里头。但是我还是那么一句话，它这个放进去之后啊，我的感觉吧，我是感觉是放这样啊，可能是稍微比较好拿出来的，比较好拿出来，因为。放进去之后，我发现我找不到机关可以把它弹射出来啊，就是，anyway 就是不是很好弄啊，到时候还是得用工具把它给弄出来啊。虽然这款玩具的话呢，不知道是我没发现呢，还是它设计上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失误啊。我们来进入它的变形环节啊，首先的话呢，我们先把这个背包给往后面挑起来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整个给挑出来。那么灰色部件呢，先把它往外面翻出来，两侧都翻出来，这个部件再跟着翻出来，然后这个空间就腾出了啊，直接把头往后塞就可以了。再来这个部件呢，做一个翻转往上面啊盖回去，这里有个卡扣，把它给松扣下去，手臂的两侧呢有部件给翻开，
然后呢，刚刚提过的这个手臂的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把它给打开。那打开之后的话，整个先给翻开来，手臂的话呢，往内折进去啊。这里折进去呢，只需要折到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面板，这个面板的这个部分呢，啊，是要转到朝后侧，利用这个地方的这个双动关节把手臂整个给折进去，这里就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，把它给扣上去，拳头摆这样就可以了。这边也是一样的，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部件抠出来这里太难抠的话呢，就使用工具吧啊。使用工具呢一点都不用觉得丢脸啊，这个毕竟我们是以达到目的为优先嘛，然后就利用这个地方的双动关节折进来，上方这里有一个组合卡扣，那把它给扣上去。再来就准备进行它的一个腿部的变形啊，腿部的变形啊其实步骤也不是说很难了啊，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部分呢给往下面搬出来，就往下然后转一下啊，把它给转到先转到这个方向，斜一个角度把它给往下转，这个部件是可能会掉下来的，你用力拔它是会出来的。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给解开来，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变形后半部的时候呢，我的建议是从这个地方先打开，这里啊，这个地方把它给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把它给抠开。那还是一句话啊，这个如果不好弄的话，我们就借助一个变形神器啊，好，把它给整个给松开，松开来之后呢，它是一个这里。还有一个地方，这里要松开，这一块往下扳，这一块更紧啊，这一块更紧，那往下翻下来，好，到这里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，把这个脚踝的话呢，从这个地方稍微推一下，这个部件就可以翻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先把这个脚踝推一个特定的角度啊，这样才能够从这个地方不影响它，把它给推出来。再来的话呢，把这一块部件呢往上面翻下来，到这里，到这边，再来把里面这块部件呢给转到外侧去。然后这里有一块部件一样，先把它给旋转到另外一个方向，好，到这边就行了。再来再把这个部件呢，啊，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，这把它整个给打直，打到完全直的状态下，才能够顺利完成一个翻转。如果你不完全打直的话呢，它是会去卡住的。那么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。那么这个脚的话呢，这一次，暂时就先到这吧。另外一边的话呢，一样，啊，我们先从这里把它给打开。这个偏紧啊，然后呢这里一样可以打开，从这个地方这个都是比较紧一点哦，指甲会痛，真是的。好吧，这个只好把这个把它给抠开了啊。好，抠开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把整个面板给往外面给打开，然后打开之后的话呢，这个地方转一下，把这块部件给推出来。再来的话呢，这个脚的话呢往外翻一点点啊，这个时候方便我们把这个部件给整个给翻出来。翻出来之后呢，换我进去了啊。你看这个地方啊，一开始练习变形的时候呢，都去刮到有蹭到啊，所以就跟各位提醒一下，这个部件翻出来之后旋转一个180度过去，然后这整块部件把它给整个的打正的情况下呢，就可以进行一个翻折了啊，把它给翻折过来。好的，到这边，那么到这边的话呢，变形已经差不多了啊。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整个的给打成水平状态，打成水平状态。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呢？把这个部件往前面掰过来，掰过来之后啊，这里不是有个凸吗？现在要扣进去了，把它折一个反向，到这边给扣进去，到这里。那么另外一侧的话呢，就顺势的呢，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凸啊，跟这里是有一个凹槽的啊，我们顺势的把它往内推就可以了，推进去啊，到这边这个部件。再翻回来，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啊，主要就是这一块这个凸啊，把它扣进这里啊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结合卡扣，到这边把它给扣进去。好，然后侧边这里啊，利用这些双动关节啊，没事你就尽量把它往中间靠吧，把它靠进来，跟它这个地方呢做一个组合，到这边它这里有个卡扣要扣上去，这个地方。好，到这边 OK。 好，那么这里一样把它给翻下来。那么背后的话呢，这个部件呢先把它再往上面挑一下啊，然后里头有一个结合卡扣呢，把它给抠出来。这个凸要扣这里，扣什么地方呢？这个地方啊，这里的话呢有一个地方先把它给往外搬出来啊，你看是有一个凸跟凹的结合，然后往这边过来到这里，然后再把这个地方给扣过来，这边
好的，把它捏一捏。那捏这里的时候，我是建议是这个里头，手指去抵住里面的零件啊，然后内外这样夹啊，它可能会比较扎实一点，比较扎实一点。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开啊，从这边转不过去了啊，我们从这转过来到这里，把它给扣上去。OK， 那么呢，这个两侧啊，就把它往中间推一下。最后就是上方的这个提盖啊、提把，把它给弄紧啊。那么 ，OK 吧，这个啊，这一款红色录音机的变形过程呢，啊，就算是大功告成了。那么，其实整个变形的过程呢，就是很多的，尤其是腿部里头的很多面板，把它翻折出来啊，像这一带啊，都是腿部组成的。包括后面这一片啊，都是整个变形的思路来讲的话呢，还是以两腿劈开，然后往两侧包覆过来为主了啊。只是里头的面板呢，可能比官方设计的都还要再多一点点，但是呢，难度也并不是非常的高，关节的松紧度也还算恰到好处啊。那么大小的话呢，跟就是一台实际的录音机可能差不多大。那我先前有提到说，这个磁带好像都太小。啊，不是这一款，就是有这种官方也是比较小型的磁带。那有人说，其实真的有这么小的磁带？哎，以我的年纪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还真的没有什么印象呀，是吧？就反正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了。Anyway， 反正如果说有的话呢，那它就是更贴近于真实的一个状态了。那这个还是一样啊，放进去之后呢，我是觉得要拿出来的话是感觉不是那，还是一句话，不是很好拿。放进去之后就平常就做一个收纳，放进去就可以了啊。好，那么它的一些细节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啊，两侧有这个类似于喇叭的这个造型。那这个部件的话呢，就是刚刚我们这个从腿里翻出来之后，有一个要翻转180度的一个部分。那这里的话呢，这一带的高度好像比较高，我一般记得录音机的话，这个按钮应该都会比较偏下面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款式不同还是怎么样。然后侧边的话呢，有一些小细节，但整体来说的话呢，还是比较精简啊，讲精简是比较好听啊，就是细节其实并不多啊。不过本身随身Walkman 的话，或者是这录音机的话，上面也不是需要很多的什么外星机器人的细节，应该也是不太需要的。那么整个玩具的变形过程啊，手感的部分呢，都算是比较简单的，甚至呢还是有那么一点官方的一个变形的手感在里头，这一点是可以嘉许一下的啊。那么这一款 DS 所推出的录音机的话呢，我想它最大的优势了啊，倒不是说它非常非常及格的做工啊，也不是说很好处理的倒角变形的这个设计，我觉得也算是比较简单了，但这个都不是它最大的优势了啊。我想还是在于说，目前官方没有 MP 级别的红色录音机啊，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强项。虽然过去有很多第三方也推出过红色录音机，我也拍过几个，但是呢，以整体的综合素质来说的话呢，这款应该是里头最好的了啊，最好的。变形的话呢，来回一次，你看我一边解说一边变，也不需要五分，大概也是只需要五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了啊，算是一款可以轻松把玩的一个产品了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进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